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猜猜看是花吗》，作者米津佑介。这是郁金香吗？不是，是一只小猫咪。这是雏菊吗？不是，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羊。这是樱花吗？不是，是一条粉红色的小蛇。这是万寿菊吗？不是，是一只公鸡。这是蒲公英吗？不是，是一头大狮子。这是雪花莲吗？不是，是一头白色的北极熊。这是三色堇花吗？不是，是一只美丽的蝴蝶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吧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我们下次再见。See you next time!